们对丫丫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国越发的关注。二月份的时候就关注丫丫，希望丫丫回国之后感受我们所有人的温暖。丫丫 the giant panda that spent 20 years in the US， 大熊猫美嘉和天天共产下四只幼崽，为美国民众带来了欢乐，拉近了中美人民的心灵距离。美少天天小奇迹回家了。他与现代中国一同走向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坐标体系。它从边缘走向中心，跨越万水千山，拥有了全球支配地位。由猎奇到保护，褪下礼物与宠物的光环，回归自我。70年跨度，一段大熊猫的跨洋之旅，一段人类文明交融共进的历史。崔学镇是一个异乡人，他的家乡在浙江宁波，如今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选择在偏远的西南小城度过大半生，只是因为一个物种。不了解，那是很偏僻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宝鑫的地理位置并不显眼。如果不是因为大熊猫，这座位于中国大西南腹地的小城或许会长久寂寂于世。当年从家乡宁波踏上前往宝兴的列车时，20出头的崔学镇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一物种的再次新生被带入一片广阔的天地，永久留在宝兴度过自己的大半生。就是我去的时候，那我就发现这个熊猫，熊猫呢就在那个山上，当地的农民也好，当地的一些是村组干部也好，也是不重视。崔学镇来到宝兴的这一年，1969年，大熊猫在中国社会的关注度还很低，连当地人都对它不甚了了。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个黑白相间的物种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它们生活在宝兴人头顶的山上，在广袤的原始森林，这个种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宁静的宝兴相比，此刻在遥远的西方，一只离群所居的大熊猫吉吉正享受着超级巨星的待遇。在伦敦动物园，他疯狂地追逐着饲养员，甚至推倒了一位女游客。这些画面通过风靡英国的动物直播节目《动物时间》传播到千家万户。伦敦市民蜂拥而至，争相目睹他的芳容。他的大幅海报登上了伦敦报纸，成为街谈巷议的花边新闻。吉吉是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唯一一只大熊猫，在冷战时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链接东西方阵营，成为铁幕时代的一道新景观。鲜为人知的是，这只大熊猫就来自万里之遥的中国宝兴。吉吉是怎么从宝兴来到伦敦的呢？故事还得从11年前说起。1958年5月，一位奥地利的年轻动物商海尼·德莫尔带着一批非洲哺乳动物抵达北京，希望用它们交换一只大熊猫。德莫尔是受美国芝加哥动物学会的委托，跨越冷战封锁的重重障碍，来到中国求购大熊猫的。当时这个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东西方两大阵营，
泾渭分明。但是呢，美国的芝加哥动物园等等，他们不实行，几次执行北京动物园，就说啊，我们对大熊猫感兴趣，希望能够得到一对，至于交换的方式，用货币或者动物都行，一切由中方决定。今天的宝清乃至雅安，处处有大熊猫的影子。两座西南腹地的城市因为大熊猫而走向世界。在冷战开始后的漫长时间里，由于中国跟西方关系的冰冻，大熊猫的跨洋输送终止了。1945年10月4日和1951年10月31日前，国民政府曾经赠送给美国的一对大熊猫潘蒂和潘达先后离世。1953年，芝加哥动物学会人工饲养的大熊猫美兰去世，至此西方已经没有活体大熊猫。芝加哥动物学会一直在寻找一只新的大熊猫，由于当时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诉求通过官方渠道很难实现。芝加哥动物学会于是物色到了奥地利动物商海尼德莫尔，他们愿意出一大笔钱，25000美元来购买。哦，那个时候25000美元就不得了了，这个没点儿就盘算噻，他作为商人这笔买卖合算，于是就满口答应。生意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办好签证，手续就进入中国。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制裁、全面封锁，那西方的这些商人要到中国做生意，中国肯定办签证，对不对？哎，因为你进来那里就是承认我这个国家，哦，所以他也就顺利的入境了。新生的共和国希望有更多的西方人前来了解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德穆尔和他的太太带着他们的大型哺乳动物一路从内罗毕出发，经过印度、泰国，克服险阻抵达中国。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严厉禁止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运送战略物资和设备。朝鲜战争开始后，中美关系进入冰冻期。1952年，西方国家为了管制敏感商品出口到中国与朝鲜，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来自中国的物资进口也被严格管制。鉴于积极的共产主义背景，他不能进入美国，德穆尔只好带着他从北京前往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到东柏林，穿越尚未完全封锁的柏林墙，抵达西柏林美国区的滕佩尔霍夫机场，从这里乘坐飞机前往法兰克福。像10多年前来到欧洲的那些熊猫前辈一样，机器也被作为展览品一路巡回于欧洲各动物园，从法兰克福到哥本哈根。1958年9月初，再从哥本哈根到伦敦。他的到来唤醒了伦敦市民对大熊猫的美好记忆。1941年，德军轰炸伦敦，市民惊慌失措，而一只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却依旧在园内闲庭信步，悠然自在。英国人给他起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名字，明。明曾数次登上英国报纸、杂志，并被制作成玩具出售，在英国公众中有广泛的知名度。当时如果说，哎，星期天去哪里，假期去哪里，伦敦的一帮小朋友就说伦敦动物园。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就牵起她的妹妹，哦，玛格丽特公主。就来到动物园，那是前呼后拥噻。就到动物园跟明两个，哦，这个明又淘气，一把就把这个伊丽莎白公主的小花人抢过去了。
哎，师傅察觉到这样子对公主殿下不利嘛，这个命就开始在地下打滚撒娇，昏卧在地上，双手就紧紧地捂住他的这个黑眼圈，他就任由他的公主在他的肚皮上挠痒痒。二战期间，明风靡英伦三岛，在至暗时刻，明的淡定给了英国国民一种抗敌的精神力量。侨居伦敦的华人艺术家蒋怡以明为题材创作了《明的故事》童话，广受欢迎。1944年，就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刻，明去世了。时隔14年后，积极续写了明的传奇。为了制造噱头，德莫尔安排积极跟大猩猩开派对，并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跳进围栏，与积极展开激烈的追逐。几天之后，积极又跳出兽笼，跑到观众中，在兴奋的观众脚边磨磨蹭蹭，他甚至推倒了一位女士，导致他的脚流了血。这些新闻都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积极为此登上了风靡英国的动物直播节目《动物时间》。《动物时间》的出品方格拉纳达公司找到了德穆尔，与伦敦动物学会一起以12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积极。积极由此正式落脚伦敦动物园。积极去世2年后，伴随着英国首相希斯的访华，一对新的大熊猫佳佳和晶晶被运送到英国。此时，一个新的熊猫时代正在揭开，大熊猫的热潮开始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自被人类发现以来，历经100年，这一物种正是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崔学镇顺着时代的浪潮进入了大熊猫的保护研究体系。